塔花真的很正的喎。今天歡迎阿強哥嚟啊，傾下偈，介紹一下 Tennessee Flow Art 係乜嘢。當你可以將一枝花、一條草組合成你自己心目中嗰個感覺嗰陣時咧，真係好正噶。我去買花咧，送俾我家姐，咁我又唔想太普通，咁於是乎咧就揀咗個兜仔啦。咁但係我處理唔到，賣花個婆婆就好犀利啦，兩三下手勢執啲廢嘅枝條咧就已經搞掂咗，將花插得係靚靚仔仔。咦，咁我覺得咁簡單已經可以做到，咁我都應該俾啲心思落去，我應該都做到嘅喎。如果講深刻啲嘅作品咧，都非我朋友婚禮莫屬啦。好大膽咁用曬全個牆都係紅色，所有嘢都係紅色或者紅色系列嘅嘢做主色啦。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個重點主題咧，就叫四維空間嘅。咁嗰個場地咧，其實就係君悦酒店，因為佢有一條小走廊入去咧，大家都經過嗰條小走廊先可以入到個主場裏邊嘅。咁如果我又用嗰個空間先俾大家一個好深刻嘅感受咧，我覺得係一個引人哋入去進入一個主題嘅一個好方法。所以咧，我係用咗你眼睇見嘅嘢啦，你感受到嘅嘢啦，你觸覺到嘅嘢啦，然之後咧一路經過你嘅移動啦，你一路行緊前進嘅時候咧，周圍嘅景觀係因為你嘅移動而改變嘅。我表演系列咧就叫做港式八景，咁而家有暫時有兩個系列先。第一個系列咧，我哋係講香港70年代至到而家一路有過嘅民生景象啦，嗰啲係咩咧？我諗講出嚟你會好熟悉。嗰啲包括咗係呢個僭建啦、二拉架啦、萬國旗啦，咩叫萬國旗啊？大家好熟啦，將啲三掛仔出去曬啊嘛。第二個系列都係因為我需要去到除咗香港展覽之外咧，係整個計劃咧係搬去韓國嘅波州一個 Book City 嘅地方做一個國際性嘅展覽嘅。有啲咩咧？維多利亞港啊！天橋網絡啊，報紙攤啊，等等呢啲咧係一個系列咁樣去介紹香港，由大嘅景象到細嘅好生活化嘅接台接凳，因為地方細小，所以我哋必須要用啲接駁嘅嘢，而咁樣靈活變化係等其他地區嘅朋友咧嚟過嘅，佢哋更深印象。未嚟過嘅咧，咁佢哋又會講啊，係喎，我有個概念喎，認識咗香港原來係咁樣嘅。由2006年開始咧，我連續3年咧個世界連刊咧，我的作品都喺裏邊出現噶啦。咁呢個係我一個覺得好滿足嘅一個事情嚟嘅。咁我哋叫佢做 flower jamming 啦。就是邀請不同的朋友啦，或者對面其他路過的人一起來參與我們。我們當然需要初初是需要鼓勵的，但是呢在拎起枝花之後大家都不亦樂乎。花藝裡面呢真是無止境的，可以很大膽地說這個是我的終生的興趣，亦都是我終生的事業，我一定是有動力會繼續走下去的。我們這個工作室 Tennessee Flow Art 是在上環的太平山街，初初來到這裡的時候發覺這裡藝術氣息相當濃厚，不過銅臭味又沒什麼，跟住又被這間老屋仔吸引住，覺得它很正，所以呢我們選了這裡延續我們的夢想了。我呢度做嘢真係做得好開心㗎，又有優美嘅環境，有好嘅鄰居，仲有知音者。咁既然咁開心，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㗎嘛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啊嘛。咁我就準備咗一啲工作坊啦，又有花花獎名嘅活動咧，歡迎大家嚟參加，同我一齊開心㗎。藝術治療係可以舒緩壓力，又可以增強自信心。社交能力同埋創造力，而插花正正就具備曬呢啲條件啦。
Thank you.